主令蔡依林日前受邀飞往米兰看秀，还登上当地时尚杂志国际蔡这封号实至名归。但主令20日晚间在网络上分享两张照片，并写道发型师私信。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和美国设计师在正中间，四周则是分别为朱莉安摩尔、伊莎贝尔于佩尔、莉莉罗斯德普等知名电影演员模特。不过仔细一看，蔡依林的名字却被写成 Lydia Ting， 让她哭笑不得，还幽默表示是的，姐以新人之姿在法国出道了，还指着这名字听起来很美国慵懒，很满意这个新名字。接着附上一张 Lydia Ting 本尊照，性感丰唇，湿透的长发，仅穿上一件皮革，大胆展现曼妙身材。但也有粉丝认为两人不太像，好奇怎么会搞错。不过以姐的高 EQ， 就算是名字被打错，还是可以幽默化解，丝毫不影响蔡依林在歌坛及时尚圈的女神地位。